哎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这树结那么多芒果，你把它砍了干嘛呀？我不砍，用什么办法呢？那么多果子都熟在树上了，都没有客人来收。你可以便宜卖给你的粉丝啊，你不是有几百万粉丝吗？那行，你说卖多少？10块。10块，那也太贵了吧！来，打开一个看一下咱们家芒果的品质，每一个呀都是皮厚肉薄、纯甜无私的。如果你喜欢，我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10几块。我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，每个呀都长得好品质，果肉金黄金黄的。